尾仔水边仔真繁华，有喜有美有乐，狗的乌脚也伫脚骨，观音伊山倒，手一起渡船过。河流是文明的孕育之母，自古以来，烧人墨客常以河水比喻人生载浮载沉的命运。《楚辞》中有位渔夫曾劝慰被流放的屈原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干净的河水可以洗冠帽，污浊的河水至少也还能够洗脚丫。时序来到21世纪，在工业社会讨生活的渔人，还能够这样豁达吗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逝水华年》，我是主持人李伟文。电影导演卓别林有句名言：人生近看是悲剧，远看是喜剧。如果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淡水河呢？月亮是你要飞到去，虽然咱凊彩内面河就会只能够谈哪里，这几只都好比较的西藏。淡水河远看很美，不管是自行车道的浪漫风光，还是淡水夕阳的金碧辉煌，但是实际上近看淡水河让人却步，几乎没有人敢涉足其中，不要说是洗帽子或洗脚了。今天我们看了纪录片，带我们寻找淡水河的源头。淡水河源自哪里？经过哪些地方？而沿途相遇的人如何相处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纪录片《摆渡淡水河》。